이비제! 제코! 포키비제! 나는 가스! 포카포키데스 비제! 刚刚不是才下课了吗？为什么刚刚下课又不要上？偏偏就是我的节才上。哎呀，杰哥，人有三急。到不嘞，到不嘞，终于训一位。 OK, class. Next time during my class, nobody is allowed to go to toilet. 喂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在宝可梦抓比卡丘哦。 辛辛苦苦赚钱送你们来学校，就是为了发脾气啊！发脾气啊！不要讲一大堆人家大道理啊！站队的是两级哦，今天上课了，好，结束不了。OK class， 老师就给你们做一点功课啦，你们回家做第92面的第一跟第二题。哎，两题而已，哎，不多。 老师，查黑板上面。宝正，你功课做好了吗？在那边一直讲话。老师啊，别人又讲话，就没你在讲话而已。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做好了，只在那边讲话。你还没有做好，就在那里一直讲话。宝正，你做好了吗？干嘛在那边一直讲话？老师，我做好了哦。做好了就可以讲话。 你确定你全部做的都对？考试会考很高分。做好了，继续做别题，私下做别题，多复习一点，不要一直在那里讲话。现在是我要问你们问题的时候啊，听好好，这个世界上先有鸡蛋还是先有母鸡？ 谁会？没有人会的话，我就要叫名字啊。 OK， 小明，你们今天自己做自己的东西啦，有功课就拿出来做，自己自习完。你们要讲话可以，但是声音小声一点。如果你们讲话的话，我就给功课做哦。 Class， 你们几时上 PJ 啊？拜三前两节。这个拜三前两节，可以。这样我跟你们 PJ 老师讲一下啦，我用他的 PJ 节来上 Mathematics 啊。好的，不干不干。过来呀。没有，你继续做。 马上！干嘛你一直在？工作做好了啊，都会在那里讲话。